这一次的一个莫兰蒂台风啊，最主要它是这个从那个菲律宾海峡那边上来的话，也没有中央山脉的一个阻挡。那整个一个台风的话，当然总共的话，当然那时候来讲啊，是属于17级的一个暴风半径。那整个风力并没有受减少的一个部分。以前的台风如果往东的方向的话，它这个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啊，就会有一些破坏，但是这个台风它被破坏的不多，所以它对西部的影响特别大，尤其它吹的风向是东南风跟东风之间，所以跟以前的台风的方向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对高雄的这一次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这次有关西子湾赤烧渔船的搁浅，那它是在莫兰蒂台风侵袭台湾的时候，在前镇渔港的这赤烧的大型围网渔船，它因为风力过强，结果断缆漂流到我们高雄港一港口，然后搁浅在西子湾的一个海域，那造成油污染的一个事件。那整个救援的当时啊，我们除了海巡同仁之外，也有港务消防分队、港务消防队、港警，整个我们高雄港区周边的各个机关啊，能够动员能力啊，都到现场来实施救援。那我们大概在那个下午17:30左右呢，接到那个通报，就说西子湾那个海域呢有船难需要救援。那么到了现场呢，事实上那个风雨。岸边的浪都很大，那么人员要上到那个翻覆的那个待救的那个渔船上面呢，有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最后我们才决定呢，考量之后呢，用那个我们那个救助器材车呢，用吊背、用吊挂的方式呢，把人员送到船上，因为从那个岸上呢，事实上当时是没有办法那个顺利的那个登到那个船上去执行救援。我想这次的勤务来讲，我们整个同仁在实施救援的部分，因为那一天赤烧渔船在这北方破丁搁浅的时候，船上还有船员，然后这个船员在这救援之中，我们顺利的救出了21人，但是很可惜，就是有一位船员就是失足落海，那我们也在12小时，在惊涛骇浪之中，12小时之内，我们就把他救上来。但是很可惜，但是回天乏术。那我们动用所有公益的所有的拖船，你要能够抢救，尽量去抢救。那最主要来讲，可是在整个台风的一个事件里面，还是很不幸的啊，还是发生了有一个人落海啊。那这个台籍的一些船员啊，那不幸的罹难，这是我们整个在这个事件里面啊，这个唯一啊一个部分是蛮遗憾的一个部分下的。这次的状况呢，因为他们赤烧船主都主张不是他们落的油，所以他们第一时间事实上他们要去投入除污的工作是非常的被动性，所以我们港务公司呢就采取主动，赶快去协调一些民间处理业者，然后也跟船主还有船舶护保协会呢取得一些认同，那赶快结合民间的力量一起投入这个除污跟抽油的一个工作。我们当初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油污分布海面大概是100×200公尺的面积，这么宽的区域。那刚开始我们依照现场的情况，我们出估可能要7到10天才有办法把岸基的油污清除干净。可是因为那个地方处于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块，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区块，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呢，结合公民的一个力量，把一些器具设备人力全力的投入，从海上跟陆上一起来进行处理。
抢救之间，我们公司动用了大约八九十个人员，最大的压力就是人员的压力，还有气候的压力，还有执行人员在现场的执行压力都有。我们的主责哈，就是要避免搁浅船舶漏油事件扩大哈，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要把那个布放拦流索哈，避免油上扩大到海面上去，因为当天的风雨非常的大，我们又要在海上偷放拦流索，所以当天的那个安全是非常有危险性的。那原来环保署希望我们在七天之内把这个油污给处理完成，但是我们的同仁将士用命，比原来环保署给我们的时间还要提早，大概三到四天左右的时间就把这个海面的污染全部给清除了。那当然，其实油污染对环境 的影响，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可是，在我们实务上的一个作为，就是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这油污做清除。那在此，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还有高港公司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事实上，在整个案子发生的大概两三天内，我们就已经将大部分的油污清除。那一直清除到持续在，就是我们能够让它符合环保署所订定的海洋环境标准，能够代表它的一个环境的恢复到原本的一个海洋环境的状态。那饲料渔船它本身后来有两条是可以，趁着潮汐浪把它拖走，那另外两条就是它倾斜，搁浅在那边，那后续就是要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啊，包括很多投入很多的物资去做把它抚养、翻正、再移除的一个工作。那其中永兴发168号呢，它是所用的工法哦，它是用那个在岸上要设机桩。然后透过那个卷扬机，然后把船来拉正，那这个工法是属于在国内是首创，那所以说呢，也是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那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那后来还好，就是业者呢，承包商，他是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那尽快的让他船身来扶正。抢救上最大的困难是因为这个船翻的角度是离岸边很近。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考虑到我们的现在国内现有的机具可能不足，所以我们就采用岸上来使用钢缆把它翻正的方式来做。它是一个1941年是珍珠港事件的一种打捞方式。这次的打捞是我们公司打捞过最具有项目性，就是它有一定的 SOP， 譬如先做哪些处理，然后不像之前的一些海上的打捞，它可能是透过一些简单的沟通。然后或者是要做哪些方法就执行。然后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就在西子湾，然后在中央大学附近，非常的多的居民还有民众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是做规划上特别的谨慎，也怕中间会有一些打捞失败的发生。那因为它搁浅的情形比较严重啊，所以分别在10月份跟11月份，那么也都顺利的这个扶扬成功。当然整个过程。也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个他们渔船都有保那个 P&I 哦，互助那个船东的互助险啊，但是呢，就是说要让 P&I 能够出面哦，让他们能够来承担这个船东的这个责任哦，那是要花了一些时间要去协调。那这次事情呢，主要因为我们一般公证人是不需要在事前就去做这些协调动作。那这一次因为港务公司这边受到民众的压力嘛，那要求我们港务那保险公司尽速处理，那所以这是主要我们的与这些厂商，因为有我们长期配合的关系，那我有办法去
跟这些厂商与港务公司之间做一个桥梁，做协调。处理上有一些困难，就是我们这条船，因为它在过程中一直不断的撞击啊，所以它整个船体扭曲变形很厉害，甲板上的所有的机具都已经变形弯曲，所以我们还派了那种加压水刀去切割船体，那切出了四个洞，我们才有办法把油打出来。这一次蛮感谢港务局啊，就港务公司这边的协助，港湾处这边，还有那个劳安处这里，给我们很多的协助。那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其实会承受到时间的压力是很大，那整个处理的过程那个地方的位置其实还是案件的处理其实不是我们陆地上处理的那么的一个简单，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花最大的人力物力要在最短的时间去处理，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些横向联系跟彼此经验上的一个结合来去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那最主要来讲我还是要感谢啦，那是团队大家这一次啊，我看到我们有一个很优良也很传统也很积极的一些团队，我还在此还是要谢谢我们这个团队的所有的同仁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我还是要谢谢大家，那没有他们的话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速度能够帮他处理而那么快的话把他恢复到原状我在此还是要谢谢我们相关的团队之间的同仁的付出。我想在这个大家同心群策群力之下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的合作，也在这个高雄港的这个港史上，还有这个互相的合作的这个贡献度上，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默契。这次处理过程我觉得因为相关单位包括环保署啦海洋局港务公司，还有我们航港局，包括港警港消都一起出动，所以这次我觉得整个配合度上是非常好的。除了我们海巡同仁之外，我们也请港务警察总队还有鼓山分局的警力来协助，因为毕竟这个24小时的现场的维护需要庞大的警力，那也感谢各单位的通力配合，在时间上跟勤务上的搭配来圆满这一次的任务。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够成功的救援受困的船员之外呢，那么我们所有出勤的同仁呢能够呢圆满的完成任务，而且能够平安的顺利的那个归来呢我想这是我们当一个指挥官呢最大的成就感。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想到说整个事件事后是属于一个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案例，事实上就我们来讲，能够把伤害压缩到最低，然后各单位的合作上是能够没有任何障碍的话，是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救灾里面我们最值得庆幸的。我是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大家一起工作，大家一起团结在一起工作，像一个我们说像一个 team， 也是像一个家庭一样，把一件我们大家认为棘手的事情，认为不好处理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一个解决，做一个处理，把所有的灾害控制的最小。我们不是说控制的最小，利用这样的灾害学习到我们的感情，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想整个的事件虽然它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那借由这样的事件的处理，应该是让港公司跟港公司对外界跟港公司对在地的居民周边的这个不管是对内的向心力，对外的这个协调沟通，应该都是最后的处理可能是正面。那么所以整个事件可以说是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对于社区居民的这个生活的干扰，对于观光的冲击啊，可以说是已经减到最低。当然整个过程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事实上是在未来
面对在这样的一个风力的侵袭底下，还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准备工作。